七下来。这个大十大，第二个是从九十八到十一号拉的这个大十大。我们建议大家注意，如果要做超越的动作，请在这两个大大之前，再弯到中间，万不要去做那个超车。那你如果说你在开车过程中，感觉到后车很快的在追近你，你也不要在出弯的时候就直接踩刹车要让它过，因为后车有可能会贴近你。哎，各位午安哈。那因为今天是一个下雨天，所以天气不滑，然后大家会晒到的经验比较少，所以要跟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下场前先注意一下自己的脚踏垫，若是会移动的，就先把它拿开，因为有时候脚踏垫会卡到我，让你没有办法去操作。还有一些。Thank you.
真的有验过吗？还会到你上上下下都会。